就是我说的那个，把那个 bug，就是那个 block detect 的系统，就是改变成用活塞制作的版本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给一下零二六的点数。麦克就好卡。Body detector 它是连线活塞出去再回来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史莱姆，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透过一个中继器，把这整个原本的这个脉冲的短讯号延长，然后延长它的时间给这边做反应。先把这个打掉。它原本的状态应该是，大家知道这个吧？就是当它这个活塞旁边的这个 bar 的旁边的，就是空格的地方，或不是空格的地方，只要有方块有变化的话，它就会有一个短的脉冲，然后启动这个活塞，使它推动这个方块，然后造成一个非常短的脉冲。然后如果你用一般活塞的话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就是推开而是不会回来的状态。它的脉冲就会，就是不会是一个来回的，就是只有单向，就像这样子，它就不回来。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要做成那个自动干涉机的话，我们就是会希望在。这个位置上的干涉，当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位置上的那个这个位置上的干涉啊。就是长出来的时候，就是第三颗的甘蔗长出来的时候，它要启动这个短脉冲，然后这个短脉冲就要启动所有的活塞去把我们的甘蔗敲下来，然后它就会这样，就大概是这样子啦。然后所以就是一般如果你有连线活塞的话，这个装置只要这半边，只要我站着的这个的这半边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连线回来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边这个地方增加一个中继器，然后把这个先还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了这个中继器之后呢，当你它的旁边有任何的方块更新的时候。它就会被它的那个短脉冲就会被延长成长脉冲，然后去启动对面的这个。那为什么会启动？原因是因为这个就是中继器啊。它现在因为它是先通电的嘛，所以当它这边的短脉冲断掉的时候，这边还会持续供电，然后才出去造成那个电路就是电力消失。那它这个时间差刚好可以使，
就是这两边都，这边这部分也可以启动，因为它这个部分的这器其实它再短它都会启动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对这个方块来说，它必须要是一个足够长的能量，它才有办法去启动它，所以刚好靠着这个中继器的 delay 的功能，它就是把讯号送过去，是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也不确定，反正我不太确定是，反正总之就是我那时候试了一阵子去改人家的这个 bug 之后才找到，哦，原来就是只要在这边加一个中继器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。然后我想应该如果我加在这里，好像也是可以吧，试试看好了。只要有一个中继器啊，可以把这个讯号延伸过来就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对。然后如果这边改成不是中继器的话，就是会变成，是没有办法回来。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之它就是不会回来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把。装置找个地方可以做起来，还原。那这个做好的就先留在这边吧，等下万一忘记怎么做，可以回来参考，因为我常会忘记。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这要放在哪一个上，奇怪的这样。甘蔗可能就是要放在，这个是放书嘛。放游戏的，然后这样有没有用？能把它盖在这里或许可以。然后我们要从那网上面，我想挖一个，要来开挖这里，应该出个门才对。下雨的声音哦，如果你有听到的话，这其实是我家外面在洗大楼，就是后面的工地把那个，就是在施工的时候把泥浆喷到，就是我们这整栋大楼都挖一次，所以他现在正在帮我们清洗。好，看一下，应该是从这边上去就好了，但是我可能需要有一个，哇，先挖。一二三，金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一样就是留一个火把，做个小小的记号，先放在这里好了。为什么那边有空格啊？那什么东西？那错，对啊，是这个。然后这边我想我们就从那个这个地方挖上去好了，我看一下，对，这里。这里吗？可以找到这里吗？看看，要有水流上来。可能要挖这样上去，这样会影响，哎，这样会影响到这个水流啊？应该不会，刚好差一个，这边挖掉。计划就是在这边要找泥土，这个堵了。这长到这个位的时候，会从这边，会从这个地方，从石头瓦的地方，
去触动我们的 bud，然后联动我们的这些活塞，从第二格的立方把甘蔗推掉，因为甘蔗可以长到3个嘛，然后它推掉下面的时候，上面跟着掉，这样就可以把上面2个都采出来，但留下面我们就不用再来种植，然后再用水流把它带到这个箱子里面去。然后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水流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很棒啊，不对。是不用很大啦，就是这样有到吗？倒了啊，我不要下去，这样就倒了。然后，没事，那往前一点没问题吧？不要走，刚好到这里就可以下来，好，一定会留下来。好，然后那边。这边要接一个漏，在我站的这个位置，接个漏斗下来，再进这个箱子就好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就，哎呦，先出个漏斗，漏斗是，箱子跟铁嘛，箱子我放在这里吧。箱子，那跟我们闪一下这边那个延迟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还要再大量的活塞会使用到的是红石，大量的红石，然后大量的铁，然后还需要木头。先回去看一下这边需要多少。起码我这，好，先接上去，然后我们应该吸得进去吧？来试一下哈。试一下看看，丢个泥土下去，害羞，这样会吸进去，量很大也会进去，没问题。这边胶带补好了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水流淋掉，然后这个嘛，先做个记号。然后后面就可以不用。好，大致上是这样。然后水就是这边要放一个这个，这边封住嘛。然后我们到时候是从这里，像这样子，牵一个红石讯号。这样子来启动这整条的活塞，然后串给这边的 bud 哦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尽快的来完成这个作业吧。因为这底下有藏一根红石火把嘛，所以它会有一格，就是会交叉到甘蔗的位置上，所以它必须要就是有一个缓冲啊。还有等下做就知道。然后我们顺便带一点甘蔗过去，先种起来。甘蔗，不是这箱吗？对，是这箱，对，没有在这里，这箱，然后甘蔗，好，把这边用到的东西先收起来，这个，那还不会用到，那就放着，然后把，丢进去。
点，带点肉在身上。好，我们再继续那个里面吃，跳跳跳跳。我们先把那个磨砂先铺完，16。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这个也是，这个也可以放，那就把这边也敲掉，还小，敲掉，这样子，然后，这边的线路就比较简单，上不去。在这边里面铺上红石，1、2、3都铺到了，缺一个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边把线路切过来，那我们来做这个坝的，这个坝的，这样子，然后。应该是这样子，然后要把这股粉封住，这边插一个红石火把，然后这边因为如果放全砖的话，就是这个中间的地方就是会有中部物品会卡在上面，所以我是选择非实体砖，然后为了要方便检查那个红石的运作，所以我们就放栏杆。然后这边我们再放一个，你还要拿来推的石头在这里，然后算下来了，这边要再挖一下，有铁。先盖个平台出来，小，看到矿物就失心疯，真是。然后我这边先围起来，这是作业区域。因为他在打通，等一下我不确定那个同时线路是不是要从这边拉。这个下面就是那个嘛，没错。然后我们首先要放一个，放一个这个，然后。这边放一个这个，对吧？推回来的。然后我们在这边要做刚刚的那个装置，就是，这样子嘛，是吗？然后我们把，是吗？
两派对哦。看一下哦，嗯，这边再画一点这样。这边的这个部分是要是这样吧，然后把红石从这边串下来，对，它就会推动了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想一下。要在哪一格做这个事情呢？在这，我在这个比较适合，就可以把讯号转送两边。好，在这里好了。然后把这个讯号送给这里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不对的敲掉。然后插在这里。哎，啊，为什么不回去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，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哪边走错了。红石，对，我立一个 goodbye 的牌子，好，不管它。所以，那我这块可以挪过来吗？应该也可以吧，看看挪过来会怎样。这也是 work 的，这也是 work 的。啊，对，我忘了反一下。好，我去。送刚的需要反，要反一下，所以这边要铺起来，然后这边挖掉。这样子，留一个走路用的，然后把这个讯号先这边先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先过来啦，太早了啦。然后，这样子，安内，对。这里是要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吗？啊，怪，好像不太对，好像应该要这样子吧。这边用重机器送，这样吗？这不行啊，这样我可能还是要
这样吗？对。要还是要这样子没错，然后他这边推动的同时，这边要做一个反向的讯号，让他还有什么声音？反向的讯号。这边串联在一起，所以当我这边有方块的时候，锁住了，对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去，这样子。像的讯号，这样吧，是吗？对，这样子。然后，在这里放一个这个，然后这样子。这样是正向的，然后让它反向，所以我这边要传一个讯号给它，对，它就关起来了。哎，为什么这个亮起来？哎，等，我这边是少做一个啊。哎，对耶，我应该坐在这格上哎，所以我这边应该要啊，对不起，错的啊。底下线路应该是不用改了，所以我们只要再往上开挖一点就好了。哇，难怪会觉得就是奇奇怪怪，原来是我自己傻。然后这个位置要换掉，然后这边要先敲掉，因为要往上一个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把它给，那这个要换位置了，对，这要换位置，然后这样子。那先留着吧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在这个的栏杆，然后这边放一个这个，然后跟。这个，然后这里这样子，然后这里，对，没错，然后这边要有一个，它掉了，先把这个的这个讯号先做起来。哎，这边还不够宽啊。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这边有提供，你是要引诱我挖过来的意思就对了。然后这边铺红石。到，哎咻，哎跳不上来。到这个位置上，这边没错了，然后这边接个中继器，然后把这个讯号送过来这边，但是它这个要反，所以
这样子，然后接这里，然后把这个放去，嗯哼，然后，哇，我忘了哪里是，好，这个，对，为什么？敲掉，好，这个bug正常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要让这个讯号去启动，这排方块，那排方块，啊，那排方块比较简单，我们先做这边好了。这排方块就是这边已经有，先让它全部启动，然后再把讯号串过来，这里 OK 关闭了，那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换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的话就是一样。先挖点空间出来用，然后这里要再挖一点，因为我们要避开这个讯号。条线上铺上红石，好，然后从这边把讯号传过来，这边做一个反向，其实这样写，这边做一个总的反向就好了。为什么会有僵尸的声音？回来。好，不管它，就是这边是这样嘛，所以，一样就是充能这个角度的方块。做一个反向的讯号，还累吗？那我测试一下。直接接就对了，那我这边走错了，那是要这样子，对，先开启，对，要先开启，然后我们再把红色接入接通，然后off掉，然后我们直接下去测试，所以就是当我们的甘蔗，哎呀，测试长到这格的时候，一、二，这格。就启动火塞，把东西推下来。大致上是这样，不过只是因为不是双排火塞啊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那个，经常会有些东西会掉在旁边地上，不过，影响其实应该是不大吧，我想。反正我先把它先种起来吧。这边要留一个，哪边要留啊？这边要留一个空档，
去。好，那你这个都加掉好了，那个。要求的哇，这个不能敲。这样吗？灯光好像留在那一头。我刚才找到第三格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地方去触发这个 bug， 然后再送讯号去推动，就是在这边的活塞，从第二格推下来之后，留下做底下内格，然后把上面的部分顺着这个水流带到我们前面的漏斗里面去。大致上就是这样吧。然后因为现在是做单活塞的版本，所以它效率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。不过我们还是有点时间慢慢走，所以对也还好。这个的，然后这个旋律是这样子，然后从这边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道上来，这里好看看，就是这个漏斗的结果就是，然后测试一下这个。然后前面我已经用玻璃先封起来了，所以应该就好一些。然后，就这局就这样结束吧。那我们就不等他了。我的上位大概是一次收成，大概是收13到18之间。那这个 total 是一个14株甘蔗的自动田，所以理论上应该要有。48收成的量，但是因为这个效率不好，所以大概是收成的量在一半上下，有点浮动。那等到之后比较有资源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做，把它改调整成双活塞的版本。然后现在这个影片其实是比较旧的，所以现在有一些录音的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。是因为我在后置的时间拉的比较后面，那从这期发布的时间开始，伺服器应该也已经正式升上了 1.6 的版本，所以如果是这个插件原则上都可以沿用了，那可以调整的维度也调了，那对，但在那个 Bucky 正式的稳定版本出来之前，我应该是还不会去。做正式的招生，因为我现在这段时间也不太有空上来做管理，所以一样就是用那个 XOS 的那个密码来做管制。那如果你们有人有兴趣想要先上来看看的，就先上来吧，反正也不会影响吧。那正式的招生还是会等到我可能下周比较有空的时间，或者周末吧。今天是对，应该是周末的时间会来做一下招生的工作。然后就希望可以在这次不是看到大家啦，那就这样子，拜拜。